这种方便的小水果榨汁机非常适合压制各种柑橘类水果。果汁通过大垂直槽直接滴入半升的计量杯，其用于计量果汁的确切数量。正方的形状可保证在压榨和倾注时抓握牢固。该榨汁机易于清洗，而且对洗碟机无影响。随水果榨汁机所附的计量杯设计紧凑，其大小为13×13厘米，高度为13.5厘米。博冰室对这些用品提供5年的保修期。